我是爷爷的小宝贝，我是爷爷的小心肝，爷爷爱我，我爱爷爷。母亲是一个贤妻良母，非常贤惠。母亲在泰州死掉了，我想到母亲的流眼泪。这个强迫穷人啊，青春都在我们，然后家人就把这个土地啊都给他们了。在一天深夜里，高祖父带着爷爷逃离家乡，最后只有爷爷随部队来到台湾。在担任连长期间，爷爷和奶奶结婚，生下四个孩子。退伍后当了20年的开车教练，早出晚归，相当辛苦。人生总有几段难忘的故事，爷爷当教练时也有这么一段。人家就没香烟了，没香烟个够臭啊。我就叫他，我说谢谢你啊，我说我教练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吃茶一茶。哎呀，教练啊，你好没有人生啊，我一直难忘记。哇，女的就是小姐们啊，哎呀，教练啊，你好没有人生啊。有时爷爷则把故事写成歌。我说以前星子小时候，你不是都会抱着他唱歌给他听？有吗？他听不到。听不到。在那的时候，我好高兴啊！哎呀，就是当阿公的当个爷爷啦，那是这样啊，好高兴。是啊，那是这样就洗得到，要不然再唱一次啊。我是爷爷的好小宝贝，我是爷爷的小心肝，爷爷爱我，我爱爷爷。我是爷爷的小宝贝，我是爷爷的小心肝，爷爷爱我，我爱爷爷。OK。人可以过得辛苦，可以过得平淡，但不能没有快乐。这是我从爷爷身上学到的。因为在乎，所以害怕失去。有些事情如果现在不做，以后也没有机会了。蹦恰恰，蹦个啦恰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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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恰。这个是四步，一二三是四步，懂了是吧？有两步，两步叫蹦恰蹦恰蹦恰，三步蹦恰恰蹦恰恰，你懂？记得这个就行，这个就是窍门，四步呢，蹦个啦恰恰恰恰恰，蹦个啦恰恰恰恰恰，四步啊，蹦个啦恰恰恰恰恰，蹦个啦恰恰恰恰恰，蹦个啦恰。